拉咗个反应俾我讲啊！落化学嗰个女友嘅底，全部都系黑社会背景，同死者系同一个社团嘅兄弟，不过全部都二打六，唔似经了嘅人，亦都唔知道批军火去咗边度。再打下佢哋，有冇料到 ？Yes sir， 我知点做噶啦 ，Sir。 根據行動組所講，槍手應該係用長距離嘅 rifle 殺人，好明顯係有備而嚟嘅啦。好奇怪就係點解佢知道我哋圍捕緊大廣明？佢哋應該知道我哋已經跟緊大廣明，為咗掩飾經理幕後人嘅身份，殺人滅口。咁槍手一定係經了嘅人。今日行動雖然唔係好成功，但好在阿發醒目，喺大廣明臨死之前，問到批軍火，可能未必行動，我哋仲有少少線索可以跟。阿 Sir。 大班韓龍只係一班比較激進嘅示威人士，並唔係恐怖分子，於口供可信咩？啱啊，韓龍並唔係恐怖分子，但我哋唔排除有恐怖分子混咗入去，所以保安局已經 send 咗嚟香港所有個韓龍資料俾我哋，而家 Jessica 同 Beauty 已經逐個係跟佢哋底。我 Sir， 由你度，我哋發現其中一個韓龍好有可疑。根據南韓 send 過嚟嘅資料顯示，呢個人叫做崔天秀。 但我翻查記錄用 Faces 對過，發現呢個化名崔天秀嘅人嘅樣貌，同兩年前突然之間失蹤嘅韓國恐怖分子崔正豪有八成以上相似。呢個崔正豪兩年前突然之間銷聲匿跡，我懷疑佢利用咗呢段時間偷取其他人嘅身份，做運入咗韓龍嘅陣營入邊，成為咗核心成員。佢應該一早有部署。 韓龍又唔係武裝分子，佢敢做有咩目的咧？有兩個可能性：第一，佢哋有可能想利用班韓龍製造混亂，打擊南韓嘅聲譽；跟住咧，第二個可能性，南韓陸熱部長李承鵬係下一屆總理嘅熱門人選，唔可以排除有人想行刺佢，製造政治上嘅混亂。咁即係話崔正浩好有可能就係呢批軍火買家，更加有可能就係趁住今日 WTO 會議去落手。 兩個鐘頭之後，崔正浩嚟香港。傅亮亮，新，阿林達多，你哋分兩間，24小時貼身跟住佢。Yes sir。Ben Leo， 兩個聯絡法醫同關大鑑應科，佢盡快俾個 report 我，我要準確知道槍手開槍位置。Yes sir。 又嚟食 canteen 嘢啊！ 做個幾鐘先出發喎，不如我哋一齊出食嘢。我知道有間新開意大利餐咧，set lunch 好得㗎，不如行啦好嘛？唔好啦，我哋仲有好多嘢做啊，喺 canteen 食咪得咯。咪係咯，個行動啊差啲衰咗啊！喂，仲話出去食喎，俾黑頭知道死梗啦。咪係咯，食乜意大利菜啊？喺 canteen 食意大利粉咪算咯。喂，邊有碟？得你自己一個咩？係啊。我哋一齊嘅噃。隨便啦。頭先你塊面仲黑過黑頭喎，成磚揼緊嘅。尋晚係我喺 ATF 第一次行動，明明以為捉到個反問到了嘅，點知到最後咧，阿伯伯睇住佢一槍俾人打死，都話激唔激氣？咁成件事發生得咁突然，冇人預計得到噶嘛，唔使咁激氣喎。我喺 SDU 咁耐都未試過咁樣衰法嘅，而家條氣錯住啊，唔信啊！咁你唔使錯到個樣咁嘅，計我話咧，你執到就真。如果個槍手眼界差啲。 瞓低個係你嘅。喂，你咁樣話，啲細路都有嘅。唔係啊嘛。喂，你下次 operation 嗰陣咧，唔該你自己小心啲啊！如果你有咩事，我點同我哋嘅路頂交代啊？哦，常定威Sir先。係我哋老媽子啊。點都好啦，今次臨尾香咧，我都要負翻責任。料又攞唔到，個反又死埋，咁你真係攞爆。唔係啊，咁起碼你問到單嘢同韓龍有關㗎，你唔使咁介懷喎。 警方發言人已經證實喺琴晚拘捕行動之中被神秘槍手開冷槍射殺嘅31歲中國籍男子，懷疑同前兩日青衣貨櫃場一宗軍火發現案有關。今日我哋喺貨櫃場發現一批軍火，我哋唔排除同恐怖組織有關。阿婷，你咁早到咗啦？唔係我早，係有人好遲啫。傾咯，頭先經過珠寶店，無端端拉我入去喎，仲買咗啲首飾俾我，你睇下。 哇，好靚喎！中意玩啊！粒石咁大，勾貴啦。貴啲有咩所謂啊？最緊要你中意啊嘛。多謝。即係24號男友。兩位要啲咩㗎？兩杯咖啡啊，唔該。Okay。 我去緊洗手間先。好，慢慢。
啲嘢準備好。搞掂曬，我查佢啲保安料，連埋你上次啲資料都放咗入個公文袋度，一陣間交俾崔生。時間地點？一個鐘頭之後，崔生喺度等你。咦？鎖匙嚟㗎？我嗰條車匙嚟㗎。崔生話想揾多部車方便佢做嘢，我咪借多部俾佢。咁快嘅？點啊？你哋傾好我哋一陣睇咩戲未啊？我唔去啦，我仲要做嘢啊！星期日喎，仲要做嘢？呢個都係一個藉口嚟嘅啫。我又唔想阻住二人世界，更加唔想做電燈膽。請我食飯得㗎啦，仲要請食飯？游出嚟啦，出海啦！啊，条大鱼抱咗咁耐，真系喐都未喐到啊！都唔知道會唔會流料嚟啊！教佢釣錯魚，咁啊唔好咁講，買六合彩都要搏一搏嘅，可能係堅料咧。如果中咗頭獎，隨時過億嘅喎。咩啊？有料到啊？我冇嘢，見到個朋友啫，冇事發生。唔係咁叫你飲咖啡啊？睇緊 SMS， 條大魚喐啦喂，吊住佢啊！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